人生七十才开始，在这个阶段可以选择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就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两位环保志工，年纪都超过七十岁了，他们在自己的社区里面捡回收做分类，为社会做一些好事情，这就是他们的乐龄生活。今年七十八岁，林秀丹十几年前开始伫个厝诶做环保，想未到最近这几年伊常常失眠。伊咧想讲，既然半暝啊困未起，规气去附近诶店家门口收环保。不会拿得到啦，啊，人家留给我对吧？请问他们要关门了嘛？等一下他就关啦、啊，他没有关，我俩没有来拿，都人家让那的拿走。有没有啊？你们在换证哦？谢谢你。我给你。有，好，谢谢。你们拢留给我。好，谢谢。哎、啊，玻璃拢的。玻璃拢无好。玻璃拢无好。系啊，好，没有了哈。好，谢谢。因为妈妈很辛苦，她每天晚上。半夜啊，都会这样出来收一些资源回收的东西。然后我们看他这么辛苦，有时候东西积一积，看到来他来就会一起给他，让他回收这样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就感觉讲睡不着，出来走一走啊。我昨天嘛是看到一个电视，啊，看主持啦，那医生在讲啊，他讲睡不着，不要再睡在帐篷里面，而且要起来走一走，不要再。长袍里面睡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睡都要起来啊，不要来在长袍，我赶紧起来走一走啊，还是有了钱啊，没有都不要，没有关系，个人运动。好了，可以回家了。人啊，太重了，推不动。他这个车子不行了，没有办法带动。他就是捡回收啊，真够安尼规个啊。啊，无要地砖倒啊，啊无外口也袂当放啊。啊，放伫遮才有法度啊。
他们都没有位置放啊。对呀、啊，没有位置放。妈妈回收这个布条哈，它这个都是人家不要的那个窗帘剪下来的。布啦，布剪，就是窗帘布剪下来的。不是啦，布啦。第二个窗帘啊，卖的那窗帘布啊。这个啊，这个是窗帘的绳子啊，就是窗帘布啊，布剪起来啊，布条这不要的啊，这废物的啊，这人家绑绑起来，这布条布条就可以绑啊，啊都不要再去买袋子，不用再去买哎呀袋子。做主子哦，好多年了呢，开始哦，你看我女儿影响的嘛。我女儿身体不好啦，哎，就感觉讲啊去做这个善事啊，比较对她身体看有没有好一点。啊，感觉讲很有意义啊，做着为着地球，感觉讲看起来哦，带提回来是很辛苦啦，要洗，拿回来很简单啊，要洗比较麻烦，有时间冬天呐、啊，啊洗了水啊是凉啊，我没有戴手套习惯，拢没有办法戴手套。啊，拢阿只用手落洗啊！阿侬讲，哎呦，这么能力啊，用手落来洗。哎呦，有人家这样子讲啊，讲你不要再做了啦，做个驼背啊还要做。我讲没有关系啦，做个我做不了，也当帮助人啊，没有很多钱呐、啊。油啊，啊，都脏啊，啊，洗洗才袂臭啊，安尼才环保。啊，给它分类，那个多了要洗很久啊，三四个小时嘛，有好几个小时。以前人家拿来的，拢还要洗四五个小时，三四个小时，拿回来要洗到天亮，有阵洗到太阳起来，去困了。啊、我睡不着，唔再再过来洗，睡不着了再洗一洗啊，啊就比较舒服啊。啊睡啊睡得着，睡不着，睡不着唔再起来做，睡得着了不要起来做，就睡啊，睡眠较要紧啊，较重要。就这样赚不到50块钱，家里要买20块钱都没有。还是为了环保，为了地球啊！而且它这个啊，要捡起来，我放在海里面弄乌龟啊、鱼啊，出在里面去，出家拢为了开刀的。在社区街仔路踅几啊日，回去厝的已经是半暝啊一两点啊。阿未爱困的林秀丹，趁路顶的微微啊光，开始洗今仔日捡回来的环保。大家拢伫个休困的半暝啊，一定都是愈做愈打拼。秀丹师姐很精进啊，因为她就是在这附近都跟人家结好缘，所以因为我刚好也住在附近，所以我常常在这附近进出的时候，就常常看到她傍晚啊、早上啊，就常常这样子一个人就嘿，她就是有一点像蚂蚁雄兵，一个人一个人就这样慢慢的把它处理回来，所以
应该是说他就是一直都很用心在做这一块环保这一块。对，我每次来都是一车一车。对，在搬的过程你有闻到什么味道？没有嘞，他这边都处理得很干净。对，而且他最体贴的就是说他会把那个纸箱哦，因为来的都很零碎，然后他会把那个纸箱呢都像这样子，这样一捆一捆帮我们处理好。他来的都是压平，然后帮我们包好，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很快，速度上就会简便很多了，回去卸货也很方便。比较干净啦，无咱嘛是搁高安阮遐滴，哎，这个地方高阮遐滴啊。小姐开门喽，拍照。哎，师姐。台南东区有一位毛美智，伊嘛是伫个暗时啊守环保。逐天暗顿了后，伊就开始出动，骑机车伫个大街小巷在回收。这拢是主动甲店家宣传环保的观念，才建立起来。那个牛奶会发臭啊，会发臭又会发霉，我觉得这样子哈，我摆到那么严重，那个厂商要耗很多的水啊，我现在随便弄一下就干净了，而且发臭的话邻居会抗议。都洗干洗干净才摆回去。邻居吼，像这附近拿过来的，他们都会处理干净。可能他们觉得我都在洗，都要弄干净了，所以他们就跟着这样子做。哎，有的是环保观念比较好啦。像这个哦，像这一些，有的人也是，他会自动弄干净。你看，这都好脏，这个一定要把它弄干净。在社区，毛美智以身作则，落实亲近在源头的观念，所以大暗去市区再回收，回去厝的了后，伊就随手把环保洗清气，嘛做到暗时一两点再休困。
个啊，尿裤，啊，我们就拿来处理呀、啊，要怕浪费了，还要给人，人家不要。他说，通常哈、哦，这个都摆一段时间了，他们不要。干净的，是那个时间一摆久了，啊，可能老人家走了，啊，就会把这个丢出来。这样可以把油垢去洗掉。以前在大爱妈妈上面，有一首歌嘛，哈，垃圾被黄金，黄金被爱心，这一首歌我就觉得很受用啊，做这个就变成有意义哈。我有支气管扩张的问题，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痰都很多，哦，很麻烦。他如果不可以大声吵架啊，不可以太过的太重的话，可能就比较容易出血了。还是要小心啦，要不然一年都会来个几次，你就要肠胃不好，你就要吃消炎药，啊，就会增加身体的负担。这个问题还比较小了，到后来还得了癌症。所以我活到这把年纪，还有力气去做一些那个回收我啊，算是很感恩的啦。我就持续的在做环保，反正我这个生命是捡到的啊。其实得癌症的人，有的都很快就走掉了。啊，我能够每天这样子快快乐乐的做我想做的事，可能对我的身体有帮助吧。等一下师兄他们会来，给他们喝的，看他们满头大汗。干呢？我敬鬼师兄。这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洛梨呀。为什么你会知道？为什么？因为师姐常弄给我们的。好不好喝？非常好喝。都跟娘弄脏了。
啊，邻居跟他弄脏了就扫一扫，树叶很容易飘过来飘过去。他因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，他喜欢做的我就让他去啊，我能帮忙的有限了，很惭愧嘛。啊，但是我想就是说，我能翻那个，回收的东西啊，我可以修，我就帮他修，帮他那个，哦，大部分，那我不会有意见吧？都没有意见过吗？哦，不会，我有跟他讲啊，我说你自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家庭都不顾了。这个中国有一句话说，留得青山不愁柴嘛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这个细水长流嘛，可以做很久嘛，哈。你如果是说太过太那个了，那但是他因为做这个，觉得工作很愉快，心情很愉快。其实我们老人呢，心情是第一，对不对？都是像现在这些，都是在修的。不动的大部分都是，充电的电源那边出了问题，然后我们就冲这个地方，看一看它出了什么。做好了以后呢，它就可以能够很正常的动作哈。待修理的，待修去。含量的烦恼，将咱的心的阴凉啊，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一个能量，可畏呀，咱爱弘爱感。你有时候看这一些佛经，你不晓得他在讲些什么啊，上人这么一解释，会很清楚。这些佛法你在讲，你会去认识它，比较透彻。比如我们出去跟人家互动的时候，我们因为有常常听，所以你就会记下来。你在跟人家的一举一动，有时候要怎么去应对，你就会去应用这一些法。来互动。林秀丹跟毛美智这两位环保志工，每天不只是出去再回收，回去家的还会半时间把那些环保都洗得清洁。他用心做这份工作，也影响到厝边隔壁大家到底来爱护地球。